澳门修改博彩法草案喺日前正式出台，主要内容包括建议倒牌最多系六个，期限最长系十年。如果要延期，最多都系三年。不过另一项值得关注嘅系，之前政府喺咨询文本中有建议派政府代表入博企呢一项就取消咗，不过就改为如果博企要进行重大嘅财务决定，而有关金额超过合约锁定嘅，就要事先通知政府。 有学者就认为，其实喺而家呢个环境之下，好多唔确定嘅事随时都会发生，所以定下博企嘅资产负债比例更加重要。我觉得更重要的呢，其实是应该定一个定一种比例，就是资产负债的一个比例。呃、你要是这个负债的比例过高的话，那你对你经营稳定性肯定会造成影响。我觉得这个、这个比例倒是有必要的。 可以做，因为这种呢，就是大家如果经营好的时候，现金流非常好的时候，大家都没问题。就一一旦像这种疫情出现了，像重大事情出现了，现金流没有了，那你现金流没有了，我借很多钱，然后呢，我再分红，一点都不少，哗一直在分，那这个里就对这个经营稳定性会造成一些一一些一些影响。另外，法案亦建议成批公司嘅资本金额由而家嘅两亿调升至五十亿，以确保成批人有足够嘅财力。 不过王长斌就话，其实意义唔系太大噶。咋？就是提高提高这个呃，资本本身，我其实我是不赞同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。啊，呃、因为你提高的话，你五十億一百这么这个公司他们一定可以拿得出来，对他们没呃形成不了障碍。所以呢，我就不知道他将来还有没有更新一步的规定。过去的两亿一定是要及时的要。 放在这个账户里头的，那你现在这个五十亿也是要交现金吗？五十亿要交现金放在账户里头，那就不是一个小数了。那你让这些投资人拿出五十亿的现金来放在那个那个账户里头，我觉得应不应该这么做吧？不过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，调高入场费至到五十亿，符合而家嘅市场经济。 誒、呃、一般嚟講啦，这个、注册资资呢個註冊資資本額咧，喺澳門嘅操作咧就係、是、一個登記嘅註冊資本額啦。佢就唔係講緊一個要誒、呃、一啲術語叫驗資，即係你係咪真係要攞五十億出嚟咧？咁、嗯、但係客觀咁講，我睇翻現有博嘅規模咧，即係佢實際攞出嚟嘅資資資錢啊，資源都唔止五十億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提升翻五十億咧有佢合理之處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作為一啲有限公司喺澳門嘅法律法規咧，你註冊資本金額咧其實某個程度就係、是、誒、呃、你嗰。

你而家得六個賭牌，你而家擺明就係有原有嘅競爭優勢啦咁樣，咁但係係咪完全代表可以放平咧？我又覺得唔係，即係亦都唔係即係一定係嘅。咁咁到頭來，如果真係有其他競爭者有嘅，其實我又調翻轉啦。咁原來持牌的人雖然佢仲可能有一啲誒 bargain 嘅就誒我到時誒點、啊、樣點樣同你個賭場啊？我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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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 誒 resource 係咪派俾你等等，都有得拗一下嘅。但係到最後，其實你冇咗個牌，其實你冇乜壓力嘅。誒、欸、人哋可以真係唔要你咁，當然中間我覺得涉及到一啲實際嘅誒商業嘅討論、談判、競爭啦。誒、呃、我只可以咁講啦，就話肯定現有，如果而而家方向現有六家係有優勢嘅，但係亦都唔代表係真係坐定笠落咯。至於草案亦對衞星賭場未來嘅經營有新嘅調整，草案指賭場需要喺博企嘅不動產名下。 仲話三年之內要處理好，林宇滔就指出，其實衛星賭場嘅場地業權人係邊個唔係重點，重點係政府究竟要唔要衛星賭場呢個營運方式繼續喺澳門生存，認為應該要再列明清楚少少。不過我現都知道，其實社會普遍意見唔太擔心衛星賭場會就此而消失，認為只要衛星場私下同博企傾好，其實問題唔係太大。 像唔係幾個衛星場一齊夾埋头個倒牌，其實依然能繼續做落去。